今天带田嫂依依橘子到怀化来玩，玩了一天，真的感觉比摆摊还要累。现在玩好了，到这边来大家吃个饭啊，吃个饭的话我们就开车回去了。从来没见过在面前炒的。这下面是招财的，要不要跟我抢着买单？我买单。我买。我买。他这个用这个沙漏计时，现在满头都是用沙漏计时，漏完了就这个鱼炖好了。这个辣子差点辣死我了，这个可以啊，这味道可以啊，都是辣椒啊。哦，是辣子，有点难吃。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啊。我十五号来回去，然后下次我从老家下来的时候买只鸭皮下来啊，等我来炖。那是猪血是吧？猪血，水豆腐。鸭血土豆片，我看到土豆片我都饱了。我之前卖串串的时候天天面对的是土豆片，我看到土豆片我真的饱了。全部一起下下去。豆腐。猪血。猪血。米饭。这个不是贴在这上面的吗？就这么吃啊？哦，得搞好个。它不是贴在这个锅子上面的？要贴的，得搞好个的。好吃吗？我的汤都要上。它那里面包的什么？哎呀，里面是不是？是包子的吧？哦，我也尝一下这个鱼啊，看好不好吃、啊。嗯，这鱼很嫩。这个是雷辣椒拌皮蛋。那辣椒锤烂了是吧？啊，锤烂以后盖在皮蛋上面。来，不不，来，我说拿白皮蛋。妹妹要吧？要不要这个？姐姐要不要这个？雷辣椒，嗯，豆豉拌辣椒，嗯，这个鱼是三斤多的吧？三斤半，三斤半的，三斤没什么鱼，三斤不两的。我的鱼多，天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鱼？姐姐。辣椒要吗？啊，不要了，辣，辣死！那我搞完了啊。嗯，辣椒都没得吃，我这一袋。嗯，你这么热吗？那你回去吧，我们走了啊。吃饱饭了，回去了，四个人，五个人哦。嗯。吃了270块钱，本来说我说请客，请大家吃饭的，结果。这五哥啊，抢着买单，又让他破费了，真的搞得我真的一点都不好意思。下次我过来，请他，我过来我请人家吃顿饭，不然老是人家请我，真的是感觉真的一点都不好意思。妹妹，今天玩开心了没有？开心了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嗯。吃饱了，那我们回去了。现在已经6点了，到家的话已经差不多要8点，2个小时才能回家。